11月20号的美女来宾，你猜到了吗？她就是林柏瑜。之前是体育主播，今年5月跨入演艺圈转型当艺人，目前有担任 Time for Taiwan 旅游节目主持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柏瑜。本周日下午4点到5点，我会在飞碟联播网的优福 Sports Show 跟大家来聊天哦，空中见。11月20号，礼拜天下午4点，林柏瑜与你空中见。